Hi, 大家好，I'm Al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and leave the thumbs up.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have the flashcard and the materials for this story. Let's start the listening practice. Anna 是意大利人，她很喜欢学中文。他来中国三个月了，但是他发现中国的大学和意大利的大学很不一样。在意大利，大学考试主要是口试。虽然学习语言也要考笔试，但是不太多。在中国的大学不太一样，学生考试全都是笔试，所以他需要更努力地练习读和写汉字。这个周末，安娜想去书店买新的中文书，但是她不知道哪里有书店。他的同学告诉他，学校附近有一家书店。从学校的大门出去，往右拐，走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往右拐，就可以看到那个书店了。星期六下午，安娜和朋友一起去了这个书店。这个书店很大，人们可以在里面买书，也可以买一些喝的，坐在书店里面看书。安娜和朋友找到了自己想看的书，但是他们还要做别的事，所以不能在书店里看。他们买了书以后，就回学校了。安娜很喜欢这个书店，所以他想以后周末有时间都会来这个书店买一杯咖啡，坐在里面看书。